我的手机是不是很配？最后你俩在这儿，不是你们俩，还是谁呀、啊？
哎呀，我们刚进来的时候看到两个一年级的小鬼跑出去，小鬼呢？不是跑了吗？那就是你们俩。我们进来的时候看到这边两个俩小鬼，没有自信的，我被吓了一跳。哇，他们就跑了。那我更加明白了，就算有那两个小鬼，还不是你们哇的吓到他们，就他们哇的一下就给摔了。夏雨，别讲话了，越聊越黑。你知道，知不知道？李默，这是要藏着底的，给吃一个交代。我现在可是就事论事，现在事实摆在这很清楚，是你们两个把这些金子给摔了，然后还不敢承认。好，那就事论事。进来，你知道吗？谁叫来的？那么，迟一让你来帮他拿东西，你表情都坏了。不可理，不可理，与我言外，与我言，现在可是颠倒黑白呢，是你先诬陷我的，好吧？你现在有人知道吗？现在没有人知道。那么，如果是和迟毅这么说的话，我们两个人，一个人，你觉得迟毅他会信谁？怎么了你们？李默，不是让你来帮我找死机的吗？怎么这么久啊？迟毅，你看看他的好吃。我李默你。迟毅是。李默的好事啊，不是你们负责。好了，沙叔别闹。职业是这样的，不关我们的事。既然是这样了，是两个一年级小鬼做的好事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我是来找我死亲的。是。其实这样的，到底是谁做的好事啊？我正愁着要找人跟我一起拼呢，都拼了这么多了。